那个火，冷气，火，冷气，火。哪来的风啊？冷气我已经关了，我已经关了，都关了，都关了。好，预备，开始。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, Happy birthday to you. 那我们请我们今天的寿星赖嘉瑜小朋友许一个愿，许三个愿望。哦，三个愿望。第一个愿望，希望大家健康。好，希望大家健康。第二个愿望，希望我可以考上前五名。什么是考上前五名？不是要考上第一名哦。前五名，前五名，前五名，你已经早就是前五名了。每次可以考上，考上要不要小一点？考上前两名。前五名就好。前五名就好，目标这么小。好，那第三个愿望，耶。那他留下去吗？你觉得你十一岁有什么？就是觉得自己变十一岁有什么不同吗？没有，跟一岁的时候一样。肥肥的。觉得十一岁的自己有没有什么期待？自己要怎么样？长大。没有。没有。期待自己能够多说两句话。那你觉得十一岁的人有什么不一样？十一岁跟七岁有什么不一样？更成熟。更成熟？应该吧，我不知道。那你觉得姐姐有变比较成熟吗？变得不知道是瘦一点还是胖一点。那是外表，你的成熟是外表还是是说内心啊？内心吧。内心哦，你觉得姐姐有变比较成熟吗？有哪个部分让你觉得姐姐变成熟？这可以吃吗？我不知道。那根本就是随便乱讲嘛你。吃看珍珠糖。啊，有吗？对，吃啊吃啊。姐姐，那你觉得你有比较成熟吗？还好。还好。我大大觉得没有。还是觉得自己很幼稚。也还好。也还好。那所以你不成熟也不幼稚。那是属于什么？有点成熟又有一点幼稚，就是中间爸爸。现在已经完全的，就是只有集中精神在蛋糕上面。汪汪汪！好，妈妈终于入境了。刚刚妈妈已经躲很久了，不接受采访，不接受采访。吸毒女明星？什么东西？吸毒女明星。不接受采访，不接受采访。那应该换给你，因为我不想吃那个梅子。没关系，拿出来给我就好。无可奉告。好，那我们再次恭喜赖嘉瑜小朋友，今天的十一岁，度过了十一岁生日，他没有办法入境。我光溜溜怎么入境啊？你这么头就好了。啊。我看一下有没有他的壳体。好，没有，还好。拜拜，拜拜。希望你下次来，我们来，我们录一下那个，录一下学那个 YouTuber， 你们喜欢的 YouTuber 的那个最后的结尾方式。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在右下角帮我按个赞，不是按个小铃铛哦。然后是按左上角有个小铃铛，喜欢的话订阅我的频道。或是追踪我的 IG， 或是追踪我的 Facebook。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好，我们下次的节目见，拜拜。拜拜拜拜 ，See you。拜拜。我是赖，我是赖姐。